今天你戴上口罩了，人都知道了耶。经常看你视频的，你啥都知道。人牛肝能知道吗？哟，这可算好东西啊！你等下飞哥，小心就炸。你听我说，他是不是卖不了了？卖给咱了？牛肝100人块18个样子，就没有老的吃不了的东西。打吧，打，滚！50块钱一盒是吧？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做叫花牛肝，先给牛肝扎些小孔。 这样方便腌制的时候入味儿。把扎好孔的牛肝放在清水里边，再泡一泡，出一出血水，配一下腌料：香菜、生姜、香芹、红萝卜、葱头、洋葱，放入五香粉、味精、鸡粉、一滴溜咸盐、辣椒粉，剁来点少许白糖、花椒粉、蚝油。 生抽，最后来一瓶情感修复液，把它抓拌均匀，开始腌制，腌制2个小时。OK， OK， 上一滴驴肝头，飞哥上你来了，飞哥，这是你的屁股开着啊，怎么样？舒服舒服，不想扛社会的人了，你们为什么要吃叫花鸡肋，老爱吃叫花鸡肋呢？<笑>哎，好嘞，好嘞，你吃才是牛，飞哥，你就是我的小心肝。 熊熊火火焰，来烧鸟啊！哎呀，这炉子弄的没人没。得多长时间呢？2小时。又是这个独特的味道，走，蹭饭。 兄弟们，时间到了，出笼。噔噔噔，这瓜子吃这一坨，弄走了。嗯，还没人，啥时候吃饭让你失望过呢？ 别切了，别切了，吃了片能吃过瘾。嗯，慢点吃，还噎不着。哎，哟，这是啥好东西呢？说说这个。 再来个料汁儿，这能过得去呀？啊，真好吃！慢点吃，这肝噎着了，没事。<笑><笑>